演三个人学压强浮力吗？力了吗？觉得难吗？新龙喜欢力学吗？子豪涵也觉得电学难吗？没学。我们现在才上初二，还没有学到这个。生物。生物。Oh, 英文。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guys? A task I want you to complete is, please say happy birthday to me in advance, even so my birthday is on November. Ha ha ha! And I hope you will get more successful days to come. 他说，咱们最喜欢的吃的是什么？然后，他要让我们完成的是，就是跟他说 happy birthday. 然后，虽然他11月才过生日，然后他希望咱们可以早日大火。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来，一起说，三、二、一 ，Happy Birthday！ 告诉贺新龙，这小子太可真帅呀！我知道，包袱千斤重没关系，妈妈就爱他的偶像包袱，给我使劲踹，不要怕，山西小爷、小少爷给我冲！你们抽了两个呀，这两个加一起啊，姐。小六个崽子说你们真的很棒，谢谢。每次看你们的现场，为你们感到骄傲。不要骄傲，我们一步一步来，不要着急，稳扎稳打向前走。然后平时照顾好自己。好的，姐姐。大家相互扶持，好好长大。好。不管说这个是哥哥姐姐的。啊，这是有一个表情包。你们不要再散发魅力了，你这浑身充满魅力的家伙。家伙，别了，到我了，开锅了，说这个吧。明瑞还爱猫吗？我知道，他爱狗，但我想知道他喜欢猫吗？我只要是动物都喜欢。蜘蛛是昆虫，蜘蛛是昆虫，是动物呀。反正就是宠物，蜘蛛也有宠物啊。对啊，有人养蜘蛛呀。想对哥哥说，多久没回成都了？想家了吧？成都也很想念你，成都的火锅串串都很想念你，快带着哥哥回成都吧，走。今天开心打个电话，把我的红米流汗钱，点个火锅吃个串串，全过来就干净。想听几几唱书，让歌单里的粉红色回粉红色回留下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不能就是你，不是不能告诉你吗？小天小天小小过去留下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说的都是你。不是，改过这样的歌词，我们改了。小秘密小秘密，不能告诉你。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哎，反正这样哎。小天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不能告诉你。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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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上，不用上，不用上，不用上。这条路啊，很难，很辛苦。希望我的六个宝可以不被世俗的眼光束缚，祝自己勇敢的做自己吧，快快乐乐长大，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吧。我们会一直陪伴你，并期待你们的成长。不管是说的是哥哥姐还是姐姐，我都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琪琪饭量怎么样？是不是吃的少才那么瘦？想看我讲相声？不是团总，你已经看我讲过相声了，这么着急吗？我饭量其实最近有涨，对比以前有涨，是我现在比贺新龙要轻，对，因为我最近太能吃了，对。然后等下回有机会跟大家讲一个长的相声，长篇相声，谢谢大家。想问舒扬为什么歌单里有儿歌？你们 hip hop。团不是不听儿歌的吗？想看用儿歌 freestyle。小燕子撞花。那只老虎，那只老虎。我加油。那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直没有尾巴，一直没有眼睛，真奇怪。没有很多。说一个，这个颜色，这里头夹三个。
想知道孩子们对于一件事有分歧的分歧的时候是怎么分歧的时候不是分歧的时候从来想知道孩子们对一件事有分歧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分歧我们就投票决定想问弟弟们最喜欢的动画片是啥小猪佩奇最近有什么想学的新东西吗假面骑士我被奇哥带入坑了想学习你让我年轻想学习的东西想学习演技因为我从小想当一个演员还有一道题想问之前书院说过有个愿望是把五哥哥打了一顿五哥哥哥是怎么样想的我们觉得今天晚上必定是个不眠之夜点兵点将大兵小将点到哪个我就选哪个全选好一个衣服鞋换着穿不还是有些人偷偷穿别的就换了穿我们的衣服换着穿的时候两个小的对我们光明正大的狗狗走了我要选最大的最大的小人们求鹿起床铃声求鹿给小姐姐小哥哥的加油这个学期我要考国二了还要过四级普通话也要准备给小姐姐和一点鼓励吧哦感到压力我们第一个呢先录这个起床铃声好哥哥姐姐起床啦哥哥姐姐们起床学习啦再不学习就要迟到啦学霸子豪喊你们起床一起跟我学习吧 Enough 啊姐姐起床了起床了谢谢起床起床的凌晨逐渐越来越大 Boy to the Star 准备好就出发哥哥姐姐们都快起床了弟弟妹妹们也快起床了阿姨还有叔叔们也快起床了 So 起床哥哥姐姐们起床噻这句话就是笑声这个绝对能起床 BoyStory 喊哥哥姐姐们起床啦起来啦希望各位哥哥姐姐们逢考必过然后事事顺心有什么不开心的想到我们就会开心了谢谢想到 BoyStory 爱上 BoyStory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嗯、有什么不开心的吗有什么不开心的去看 BoyStory 我是新龙谢谢你好我是泽宇祝你不管什么事都很顺利然后生活过得美好就 enough 了希望哥哥姐姐们开心度过每一天这里是 Boy Story 的名嘴我们也有心情低落的时候但你们一定要加油然后看看我们的视频就会开心了哈拜拜Goodbye. Bye. Bye. Bye.